看到上面所有的紫色点，就是那个虚空引号，就是拿来在虚空用的。所以你们注意一下这个虚空，所以你们要熟悉地图一下。第一次带的会可能要在地图上有一点点熟悉程度，要做一点功课啦。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紫色的那个 NPC， 它就是虚空啦。所以你们就点击进去。所以现在这个虚空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所以虚空的时候大家注意开挂的开挂，没有开挂的朋友就记得自己手动一下了哈。虚空的朋友要注意哈，如果你是飞云还是神风，你的能力比较强的话呢，你就尽量把所有的怪群在一起，这样子打的话呢，我们的虚空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，而且这样子会可以帮助到你的队友速度提升，然后大家可以刷快一点点。哦，只要你是飞云还是神风的能力比较强的，就做这样的事情。你看我怎么群那些怪就对了。梦无就永远是留在后面做补血的工作啊，梦无。现在我是一个人带两个号，说我也要看住我的梦无一下。如果你的群能力，然后你的梦无能力也很超强的话呢，其实我发现到一个人带两个号其实是也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因为梦无只需要再开住那一个群血或者是群打的那一招就好了。反正我这一个飞云这边只是开晕跟群打，大致上他已经是可以包办完全部的工作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打第二个王。第二个王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他会举手，你们要注意他的那个举手。他一举手，你们记得要在这个时候呢出这一个叫做所谓的沉默的招数，在你的随从那边他就有这一招了。你们要注意他举手，如果他没有举手的话呢，就代表是说你的这个队伍的攻击力比较强，然后你有两个飞云在手上，因为有两个飞云在手上呢，他可以轮流的打昏他，只要打昏他呢，就可以提供到这个的能力跟速度。大家留意哦，你打虚空，如果你的能力真的是可以强一点的话呢，帮忙群一下你的怪，可以帮助你的伙伴们加快速度完成这一个虚空的动作。好了，第三个王呢，你不要管他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出手摸，直接给人摸先，因为他这个速度会打怪打得很痛了。接近打完过后，你就按跟随。跟随过后呢，你有看到他那个虚空的 NPC 不在的话呢，那个 logo 不在呢，你就进去这里点击进去那个虚空这样子就是你带着整堆人一起飞啊，整堆人一起飞，就是说飞回去起点。
由于我虚空习惯了，说不用看地图，大概都懂那些动物都在哪里，那个 NPC 在哪里，说这个也会形成你的速度加得很快。拉到半中间脱离那个跟随，就让你的同僚在后面打。如果是领队的话，你可以在前面先群前面的这些怪先。这个桥这边呢，你们要记得哦，把这些怪都全部群起来哦。可以了，都把他们群上来，别跟他们客气。先说明一下，牛叔的飞影机去到那个外房已经过了30,000，外公也过了30,000，所以我这个角色的群算不错。没有那么容易死，然后我的血过了40,000，所以有40,000的血量，其实是真的是有一点比较好打这个虚空，因为血量比较长的话还可以耐打一点，然后加上我又带上我的娘子孟武来帮忙，所以他帮忙补血，所以提升我的这个飞云的能力更强大。好了，又来这个第二个王，看他这一次有没有举手哈，因为这次我带了一些朋友打，说他的能力也很强，所以导致他没有什么举手的动作，所以大家注意了，他只要举手，看到吗？举手，我只要给他沉默，他的手就马上放下来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他举手是真的会打得很痛的哦，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哦，这个是第二个虚空的王。为什么群呢？我要群回来这个圆形这里呢？因为我的梦吴会在这个位置呢站住来补血，所以有他的加加，我可以打得更顺畅一点哈。当你的同僚在你的身边，在跟你一起打的时候呢，你就快点出去群一些怪，把怪都放在一起，这样子会提升大家的打怪的速度哈。好。这个王第一个一出现的时候，就直接给他沉默先，别让他有机会哦，因为沉默对于他来讲是很重要，因为他打人真的很快。确认你的全部同僚跟你的跟随是联合在一起哈。如果发现到地方好像有点不对路，或者是没有怪的话呢，我是可以告诉你们，你在虚空这个点这边呢再换地方，不需要让自己卡在这个位置，你们在不断的寻找，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来的，好不好？
虚空的位置又在换了，所以我被逼在换，不然的话是找不到虚空的点哦。今天的有点运气没这么好，全部点都，当我出来的时候，它已经是在乱飞了。找到一分钟两分钟多都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新的虚空，哇，今天真的是有点被这个虚空的这个地点都一直在不断的换地点，导致了我浪费了不少时间在这边找虚空。啊，现在还进到第三个而已啊，真的好可惜啊。今晚应该做不成六个了吧，应该只能完成了这一个四个到五个左右的虚空的时间吧。真好可惜啊，今天有点试水准了哈。但是还是一样，记得做了三个过后呢，记得跟你的所有的团队说接任务，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忘记了接这个任务的话呢就很可惜了哦。接任务接任务，爬出的忧伤。
注意啊，哎呀，这一次没有做好一些基本上的准备，就是蓝药水没什么注意到，导致我在半路时候不够蓝药水，做了一个很低微的一个错误。还要卡网，很卡，现在我才看到我的怪在哪里啊，真的是很糟糕啊，才打第三个而已就已经面对到一些卡网的问题啊，今天晚上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网啊，虚空位也找不到，打法也不是太过顺畅。但是大致上都是提供一个方程式给各位，让你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去打这个虚空，哦。第二个王哈天根本就是比较难打的一个王，所以大家要很小心和注意这个第二个王的方程式，哦。当然太卡了，别理他，直接给他一个沉默。别挂，怎么今天这么卡啊？
好可惜啊，今天才打了第四场而已啊。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八分钟，还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在这个最后的八分钟内，我可以再速度的完成了这一个第四场。然后又很幸运地找到第五个 NPC， 虚空 NPC 哦。希望我可以顺利的解决这个第四场的问题。来啊，注意了哈，这个第二个王的能力，举手沉默，一定要给他沉默。如果你不给他沉默的话呢，你会死得很惨。看到吗？就是因为没有给他一个沉默，就死得很惨，王卡又卡了一下。好了，我的娘子给他一个沉默，收了他的皮。说让我的娘子单独一个打一些大群怪。娘子号的能力攻击已经三万多，外防也是三万多，所以她可以单独站在那边群一些怪是没有问题的。出现了，直接给他沉默。今天的网速导致我这里很卡。剩下最后的五分钟，我希望我可以找到第五个的入口哈。哦，大家也注意一下，如果你在那个虚空的 NPC 上面呢，如果看到他的头上面多一个精英的字呢，那个就代表是精英的 NPC 精英的虚空位置。这个比较难打很多的，如果你没有高攻击跟高防的朋友在一起的话呢，我是奉劝你们不好
尝试进这一个所谓的精英虚空，你们真的会打得很累的。没办法了哈，今晚我应该是无法完成六次的虚空，只能完成了五次的虚空。但是希望我这一个简单的 video 可以带领你们如何好好的完成虚空打法。只要你们熟练的越熟练后呢，加上你们的团队合作，在跟随上有跟得很好的话呢，老实说，基本上你们虚空要去到七次或者是六次以上，是很简单的事情而已罢了。因为我一个人主控领队，还要控制两个角色，我都已经可以去到这一个带的速度已经去到很快了。当然这一场我带了一个很不错的神风帮忙我打怪，所以有他的帮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让我打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哈。今天晚上真的是有点卡了，导致我两个角色都很缓慢，所以都辛苦了我两个角色了哈。今天没有办法做得完美一点。最后两分钟了，虚空时间是晚上八点半到九点，大家请注意这个时间啊，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哈。记得哦，第二个王举手，沉默给他。好卡的网线哦。给他沉默，补血补血。再给他沉默，再补血补血。好啦，虚空完毕啦，谢谢大家欣赏我这一个虚空的 video， 希望可以帮助到每个家人有可以领对虚空的能力哈。